对呀，专门今年专门年前的公鸡被他们给祸害了。也有家谱的。没有公鸡了，现在有啊。还有，就是我后来去买鸡又买的呀。这个盒子，对，我放人家杨总给我的两只鹦鹉，然后鹦鹉鸟跑了，剩下龙。那还在。鹦鹉它不会跑的，我侄女养了一个还会唱歌。飞了呀！它飞了呀！我一开始我怕乱来，人家不合适，把人家胃肠搞坏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能，不然他说可以吃菜，我说不可以的，你别胡扯。这个我稍微大一点，你再给菜。就是他稍微大一点。来，抓饭自己抓饭进来。包里面，然后那个衣服包外面就行。小心不要一手捏过去把它捏爆了。没个窝。看这样也就够了，可能也就够了。对呀、啊。看，没个窝。搞小一点。好了。你要是很安静的，它也不吵不闹，晚上绝对不吵的。嗯，乖。嗯。啊。你妈还呛出来了？嗯。要吃了。你高兴，人家那叫吃，你就高兴的嘛。他跳出来了。他会进去的，我告诉你。嗯。他这个很天生的。进货，你让他回去了。嗯。你要吃啊？再找东西吃是吗？你把他高兴了就吃了，高兴了两个就要出来玩了。就是你不高兴，他那两个会乖的睡。现在要吃点。看太暗了，要不然那个拿过来点，亮一点。对，他进去，有一个进，另外肯定跟进去。已经进去了，要出来玩。你那么亮，他肯定出来玩了。喝水，等它弄饱了就睡觉。晚上，等它喝水，睡下去。因为不够地盘的，地盘很小哎。嗯它就那么点地盘，挤的嘞。它还是要进去的，进去的，进去的。就这个进去了，对，他们就进去了，就挤进去了。